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卢俊红菩萨，我问一下，八二年的狗，是你吗？啊。想问什么讲吧？呃、啊，财务出现了问题，你破财了，啊、听得懂吗？ 听得懂？你是正好在破财的时候，啊、听得懂吗？啊啊、你被另外一个人坑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！另外一个人边上有一个女的，啊！你跟那个女的有点缘分，啊！讲的对不对啦？没有，你给我老实一点啦！嗯啊、听得懂吗？嗯。 啊，你当心啊！他要跟你打官司的，是吧？啊，钱不多，钱不是太多，但是他在很生你的气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赶快念姐姐咒吧。啊，小家伙。还有那个放生怎么鱼啊那些？放生五百条鱼。 八条鱼好吧，啊，你能不能许愿说不吃活的海鲜啊？嗯，已经吃素了，现在。已经吃素啦？啊啊。嗯、啊你谈恋爱了吗？结婚了。<laughs> <laughs> 你这个钱财跟你这个老婆也有关系啊？是吧？啊、嗯，嗯、听得懂吗？ 你叫他不要参与这个事情啊！嗯、参与这个事情你会破财啊！好，听得懂吗？听懂。你应该很了解你老婆这性格的，嗯、他她很厉害的，是，她很凶的，啊、对对对听不懂啊？对对对对对。啊啊！那、啊、请问一下师傅，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属什么？属狗，八二的。 没有，身上都没灵性。小弟，你要把这个钱的事情过关，每天念一百零八遍消灾吉祥神咒和一百零八遍解姐咒，好吧？石全树，你听台长话，你的晚年会比较好，你的年轻的时候会很辛苦，明白了吗？对对。而且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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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在感情问题上多纠缠，明白吗？明白。 嗯，你被你老婆有点压的，你老婆在不在这里啊？没有，现在不在是吧？<对>那我讲给你听，少跟他讲话，是吧？他一开口就把你气场压了，你有时候他冲着你讲几句话，你会觉得气很闷，嗯、好像讲不出话来。对，对，感恩师傅，听得懂吗？啊、他压你呀，看谁来呀？啊、听得懂吗？对对，感恩师傅、呃，我还有一个想问一下我的。 去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啊？白明海，白色的海，白色的白，明天的明，大海的海，零六年去世的。哎呀，他是个突发事件。对对，对嗯啊，对，走得很急。啊、白明海是吧？对。嗯，还不错呢。啊、嗯，居然还能到阿修罗道。 啊，不错了，嗯。哎，你没念小房子啊，他怎么会到阿修罗道？哎，我家里有人给他念了是吧？给他念了。哦、啊，你看、啊，啊，好了好了。